欢迎收看由悠闲胡说打造的免费饮品制作节目。好久不见，我是永林。那上次我们去武汉市场考察的时候呢，发现蜜雪冰城在华中地区的门店遍布还是挺多的，那也包括现在在广州的一些偏远的地区也有他们的分布。那看到他们这么火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有去试喝了他一款卖的比较热的新品焦糖玛提奶茶。那我们喝的时候觉得它的价格还挺便宜的，而且口感也不错，所以我们也研发出了一款和它类似的产品，姜汁玛提奶茶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赶紧来制作一下这款产品吧。首先第一步，先放入我们的西兰红茶汤，再放入我们的引爆点奶精，然后用我们的八勺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我们的黄金糖浆，接着倒入我们的冬瓜老姜汁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加入到这个热水进去搅拌。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把奶茶放到蒸汽机里面加热打发到60度就可以了。She was a diamond in the rain。 然后把刚才加热打发过后的奶茶加入到我们的出品杯里面。那这款香浓的姜汁玛提奶茶就已经制作完成咯。那为什么会在这款产品里面用到姜汁呢？也是因为姜汁类的产品在冬天的时候会很受欢迎，而且它可以搭配的品类也是比较丰富的，那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哦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悠闲胡的公众号，然后给我们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Like a shot, I knew grace until I